开始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开始了，已经结束了。好，那么继续啊，哎，什么叫继续？今天拍的视频比较多，那么大家看一下，哒哒哒哒，这个桌子上有两支枪，是不是？这两支枪是什么呢？一支就是豹哥自己的哈，就是西格绍尔的516。为什么叫516呢？因为他是打，因为就叫516，好吧。516和716哈，516是那个556口径的，就是5.56的哈。那么我们看716呢，它是7.62口径的。那么就像这支啊 HNK416 是不是？那么 HNK 也有516是不是？好像叫 HNK 的516呢，还是716也是叫，就是打这个叫什么7.62的了。那么现在我手上这两支的话呢，它都是这个叫什么5.56的啊。5.56的，那为什么今天这两支枪都放在这里呢？主要是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要给大家拍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个叫什么 HNK416，黑坑，他们是不是叫黑坑？这个 HNK416里面的这个叫什么枪的具体结构？因为很多朋友问了这个枪的具体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哈。那么我们待会做一个对比，就是对比一下516的活塞结构和这个416的活塞结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两支枪呢都是活塞结构的枪，对不对？活塞结构那是短行程还是长行程？那么大家记得这个416是拆过给大家看过，对不对？416是长活塞的哈，对，长活塞的，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塞杆，有这么长，这么长的一个活塞杆，对不对？那么每一次打的时候的话呢，这个活塞杆大家可以看得见，这里有个弹簧，是不是？就棒，就弹过去哈，就弹过去就抵到那个 board， 对不对？抵到那个 board， 以前给大家拆过，抵到 board， 然后回来，然后下一发子弹进去，然后砰打出去，然后再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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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都像这样。那么这个长程活塞的话呢，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啊？活塞长的运动的比较长，是不是？运动的长的话呢，它转到后面这个的话呢，它形成长的就是产生的共振点就比较多，对不对？特别有弹簧性，蹦蹦蹦蹦蹦，就为爱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隐身？小心这狗今天有点污。OK， 那么长程活塞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共振比较厉害的话呢，就会影响枪，对不对？影响枪，那么精度会有所下降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516它突击步枪来说的话呢，它就不在乎这个叫什么，这个的活塞的这个叫什么长和短，因为为什么它不用打那么精确？但是的话呢，416说的呢就要比516打得精确，对吧？说是这样子说，那么是为什么呢？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精确设计里面说过，为了有效的减低共振的话，就可以有一个方法可以减低共振，什么？是什么？为爱鼓掌，为爱鼓掌，这个我今天有点辣，有点下山了，增加枪管厚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516的这个枪管厚度，416的枪管厚度，大家可以现在这里可以明显的看见一点，就是要比这个叫什么516厚太多，看见没有？看见吗？来给个细节，看到了，是不是厚很多，对吧？嗯。那么这个里面是长行程的活塞还是短行程的活塞呢？现在我们不知道。实际知道，但是不想说，对吧？那么大家知道了，一牵扯到什么拆枪啊这些东西的话，我又来了，这个厚脸皮要来，这个厚脸皮，咦，老子不想搞了，反正你来搞。OK， 好，那么此处有掌声，下面是小西来了哈，小西来了，我懒得搞了，给小西来搞。OK， 好，来。先把516丢一边吧、哎。大家好，又是我。我知道你们看房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忍耐忍耐吧。先丢一边吧，一会再装吧。一会再装，主要是要把今天的主题是 HNK 416。我们这个你不用装进去了，装进去待会你还得做对比，还得拆出来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拆。那这个枪我先放旁边。先放旁边。来，我这边放着吧。没事。好，现在我们416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他吹，那把他吹得那么神。这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AR， 就是一个贵一点的 AR。嗯，豪华的 AR。啊，就是、国产宝马。德国宝马嘛，人家是。什么叫国产宝马？啊，它性价比就是
这样说吧，就这个枪我觉得价格有点虚高。嗯，真心有点虚高。 OK， 那416拆呢，首先它这个后面，哎哎，方哥没拍到，哎，这里打开，把这个先给取下来。那么同样盛唐工具是在后面啊，哎，保险。 OK， 那么就是大家看我们在靶场里面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顶这个的话，就是用那个顶的话特别费力。那么其实它是用这个工具一顶，大家看，嗯，因为里面有个弹簧，对，哎，一顶就开了，哎，好，开了。顶完以后大家就记得把这个给放进去，没那个的话得敲敲敲敲敲，屁股上面来看一下后面什么样子，就是样子。 OK， 好，行了。 OK， 把这个放进去，放进去以后那么 一推就直接就开了，是一样的，就跟拆 AR 是一样，其实跟 AR 一样。你看下面下机匣，就包括那天在靶场做试验，其实它下机匣换了一个下机匣以后，它也是可以正常工作，一模一样的嘛，大家看一下，和 AR 是一模一样的，看见没有？就包括后面的助力弹簧部分的这个卡口都是一样的，对，一按这个口的话，可以把弹簧取出来，那我们就不取了嘛。对，就是说句实话，就是它的做工看上去要比普通的 AR 15要精细很多，这不得不说，这就的确是为什么人家卖的贵的原因，但还是我觉得价格虚高。升级版的嘛，肯定要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活塞部分，把 board 拆出来，把 board 一会儿好对比 board，跟那个一样的嘛，跟516是一模一样的，跟西格绍516还是有一点差距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看啊。OK， 那么这一部分就已经拆卸完了。好，活塞，大家要注意一点，大家可以看这个枪头这里。这活塞，哎，怎么没有任何可以去拆卸活塞的一个地方？对，它不像516，它没有可以拆，它这个没有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拆活塞呢？这个枪设计有点蠢，说实话。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的一个螺丝没有？看到吗 ？OK， 拍到了。那么接下来你要用的是一个工具。小心要用西格大法，要用西格少来拆。黑坑啊！西格大法好啊，真得好啊。嗯。我看他这个 board 跟516是一模一样的嘛？这个 board 其实差不多。哪里有什么区别？一样的，基本上一样，一样一模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 OK， 我们把这个给拆了。就只是一颗螺丝哈。拧下来，来了，这个 OK， 拆了，这个覆木给拆了。大家看，这里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个，也是拆形成活塞嘛，活塞和516一样的一个形成。OK， 那拆到这里，大家又说，耶，那怎么拆下来呢？你妈妈肯定是弹簧一样的东西嘛，还用说？缠成活塞嘛，也是，看见没有？缠形成活塞， okay、也是缠形成啊。缠形成这个精度不会高啊，这种。取下来 ，OK。那么416拆开以后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好，把其他部分拉开，我们需要对比活塞部分。下机匣、龙骨啊那些给它拉开，我们待会对比。为了大家不要把那个黑弄混，可以把它给。再斗进去，再装上去，好，它拉开。那么接下来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活森的活塞的一个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也是长程活塞哈，也是长程活塞，看见没有？也是那么形成长的，然后一样的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活塞部分是非常脏，对吧？非常脏，脏很脏，很脏，很脏。大家看，这积碳，各种积碳。这支枪打的并不多。大家看我的手，随便一碰就已经脏到这个样子。好，把它放上面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把、OK， 那上面这一个是西格绍516再给它拆开，先把活塞管给拔出来。先把活塞给拔了。
国菜分两个部分。一样的，是这样。哎，这把布给它拆出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516活塞杆，活塞头。这个是416的，是两个枪的精度应该是一样的，不过明天我们试一下。我觉得516没有416准呀，416还是个，还是一支比较新的枪。516被小猪，那枪已经打了上万发多了，他就打了4000发在这个上面。哦，不止了，他打了6000多发，对吧？后来来训练时候又打了2000多发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啊。好，对比一下布，这个是516的布，我觉得这个是516的 bolt， 这个是516，这个是416的。那对比起来，我看下来，我其实觉得没有多少的。这个是416的 ball 啊 ，HNK， 大家看见没有？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516的 ball， 516的 ball， 你给它转过来，正面对着，两个 ball 的正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这样拿着吧。好，左边的这个哈，就现在我拍的这个，这个是这个516的 ball， 516的 ball 啊，大家看一下516的 ball， 这个是，哎，亮度怎么调？哦，这是516的 ball。对吧？那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，这个什么呢？416，这个416的 ball 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416的 ball 上面这部分，就是没有，还是正面对着我，现在抬高一点，给它扬起来，扬起来。好，我要看这部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点，这个点是撞击点，就是回来以后撞击点，这一个点，撞击点，对吧？好。那我们来看，它是这样转机，这样转机哈，它是这样转机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516，这个516转机点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有一个凹槽，516转机点，一样，很明显的一个凹槽，那么它就可以凹进去。那么都是两个，大家看见没有？都是长形成活塞，长形成活塞的话呢，这个精度是肯定是不会好的，不如气塞，气吹。对，绝对不如气吹，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掉到水里面拿起来一甩就可以打了，然后气吹的话呢就会可能发生炸弹或者怎么样，自己在水里面泡可能会导管那一部分给炸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问题的话还纠结了很久，好多炸弹派还不炸弹派在网络上面吵得一塌糊涂的。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哪天呢我插这支516用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把泡在水里面打一次给你们看看啊，拿起来肯定可以打。等小猪过来的时候泡水里让小猪来打，嗯，反正炸的也不是炸我们，炸的是炸小猪。这个不会炸，怎么可能炸516？没事，我帮他多装点火药。啊，这个 bot 就不用拆开了吧？拆开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不用拆开，其实我觉得 AR 的 bot 都不用拆开，只是大家要注意看这里，这里有个细节，这里有一个弹簧样，弹簧鸦片。啊，你觉得那个弹簧鸦片是做什么用的？它是一个，我现在看了一下它的一个功能，它是一个二次保险，对装针的一个二次保险。OK， 大家可以看这里的这个卡销。但这是我认为啊，因为我没实际拆过这个卡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二次保险。嗯 ，OK， 好吧。那具体怎么样？反正我也就觉得就那样。好，再给，等一下，我再给个细节。看这里，弹簧片。OK， 好，这个是516的 bot 里面没有的。哦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，大家看，416的 bot， 它带一个弹簧，按到底，它会自己它会弹回来，弹开，这可能也是改进了一点。对。OK， 516就没有了，大家看。516就没有。是没有的，看见没有？大家看见了，没有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人工拉的。拉出来压回去，但是我不知道516的二代有没有这个功能。516的二代我倒是没用过，没有，因为没用过的枪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。所以不知道，不能说。那就是我感觉下来就是416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个枪械在如果是在实际战场当中，我的枪械有所损伤的话。那对我的后勤保障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大力的一个配合，就比如说我枪械我的一个 bot 坏了，那么我只有用我416的 bot 我才能进行更换。对 M4 的 bot 是肯定不行的。对，包括516也一样。
一样，两个都有这个问题。一样，所以这两支枪它一般装备的部队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海豹啊、Delta 那些特殊之中的特殊，那些精英，精英之中的精英，他们才会去选用这个枪械。对，那么这里跟大家说一点哈，美国的精英部队的枪呢，不是那个叫什么指定装备什么枪的，就是说他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需要装备的枪。你比如说，就像有个朋友问我，哎，包哥，你那个 S 史密斯威森那个 M500 的那个枪，有没有部队在使用？我说没有部队在使用，我这是武器。但是的话呢，据我所知呢，特种作战部队的有些人他会挑选那个枪作为备用枪带在身上。当然，这个感觉有点傻吃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枪太重了，我是。这枪真重。然后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就是你单真让我上战场选枪的话，运两支枪械516跟416的重量我感觉是差不多的。嗯，全配上以后是差不多的，416要稍重一点，因为它稍重一点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一个枪管加厚的一个原因。嗯，加厚太多了，枪管。对，它厚太多，像战术导轨这些，包括它配的这个红点肉放大器啊，也配起来以后，我觉得我不习惯，真不习惯。嗯，就更重了。对，很重，实在是太重了，因为在突发情况下，我谁回去瞄准啊？谁不是拿起来对着那个方向就是一梭子打过去啊？对对对，对。所以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太过于吹捧这个416，嗯，它就一个豪华版的，就是，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是，那个叫什么，中华车换了一个车标换成宝马，就卖的贵的原因，就这样。不会吧？应该是宝马的625变成了 M5。对吧，换成了 M5 然后就贵一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没，人家改了一大堆后面，这个枪管真的这个基本没什么。那再来个那个，我来个特写看看，那个叫什么转针枪管这一部分，枪管很厚，让大家看一下。不用，我在这里可以拉这个新的功能，我学会了。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叫什么卡锁部分，大家可以看见长城活塞哈，这个洞大家看见没有，这个洞是活塞进去的洞，嗯 ，OK， 不是撒尿的洞。这可是今天有点下流啊！没好久没有污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秉承我们秋名山老司机的风格。那么这个枪管的更换也是一样的，领进去的哈，领进去。这枪管更换倒真方便，领进去就可以了。领进去，你手怎么可能领得出来？不可能的事情。OK， 好。其实整体来说，来让波哥说一下。我来拍着，好吧，待会儿我再来组装起来就 OK 了。OK， 好，让包哥谈一下他对这枪的感受。我对这个枪实际上，要说句实话嘛，对，说句实话来说哈，对于现代的这些枪械，那么你说是如果我要玩一个彻彻底底完全不同的，对吧？那么大家首先知道我是一个精确党，对不对？精确党的话，我肯定如果用这个叫什么药来打一点稍微精确一点的东西，那么肯定是用我的那个叫什么 Rock River， 大家知道的那一支，对吧？对，可以把雷明顿700都崩飞了的那支枪，也是5.56口径的，半自动的，对吧？那个打得非常准，那个那么厚枪管，大家见过的，对吧？那么粗。那么如果说战术突击用的话呢，我为什么有个516呢？像大家说的一样，那么因为我没有气吹系统的，那我就买了个516，是活塞系统的，对吧？我就买了个516，然后还有个716，大家见到过的。那么结果用下来的话，那个716怎么调都调不出那个精度来，都是那么大。都这么大，就是1.5个 MOA， 怎么调怎么抓都是1.5个 MOA。但是我的 Rock River 762的那个口径拿来的话，就可以打这么大，对吧？它就最大的区别在这里，因为762那个的话呢，716的话呢，和我那个 Rock River 7.62的那个口径比起来的话呢，它的差别就在于那个是气吹的，这个是活塞的，是吧？那么长的活塞杆，你肯定效果比不过人家那个气吹的嘛，对不对？它全部倒在里面，叭。进去只有行动部分这么一点，那么我为什么也要有这个呢？说了一点难听点的话呢，就拿来玩，好玩，对吧？那么，但是如果你要叫我花3-4千块钱去买一支突击步枪，我肯定不干。大家可以看见我那个 M4 克，它的那支近赛级的了，也就是600多块钱。我那一支打得好准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600多块钱。这个2000多3000，这个3-4千块钱，你会选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我可以开个帕萨特的话，我有必要去开辉腾的？可以像这样说吧？啊，
是啊，万一你开会的人家去加个油，小姑娘拿起93号油枪就往你油箱里面插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不就升级版的帕萨特吗？”没，人家小姑娘会说：“我干什么啦？你这帕萨特嘛，我经常加的嘛，93号就足够了。”OK， 那么就换过一个道理来说，那么当然了，萝卜咸菜各有所爱，是不是？那么有的朋友喜欢这个叫什么品质，对吧？那么就说你，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开到劳斯莱斯，觉得劳斯莱斯不好玩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开个迈巴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迈巴赫，这就是迈巴赫。OK，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劳斯莱斯，对吧？嗯，是不是像这样说就明白了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很好理解 ？OK， 那么大家看了这两个叫什么活塞的，大家都是长城活塞，你看尺寸都基本上一样长，哎，一样长哎，现在516。416，看见没有？一样长，一样长嘛，对吧？哦，对对对，但它活塞里面有一个问题啊，516的活塞有三行程，对，三档，三个调节档。416没有，416没有调节档吗？没有调节档，不可以调节，对不对？不可以调节，活塞不可调。OK， 那么就516还更适用一点哦，因为416可能设计的时候，它设计的理念是那个榴弹不在上面打的，不在枪口打的，榴弹的话专门有榴弹发射器在下面的，而516的话呢，榴弹大家知道那个枪榴弹是直接可以套在上面就可以打的，所以的话就调一下行程就可以打，所以的话这区别可能就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101空降4会选择这个东西，他没有选择416，因为这个首先一点便宜嘛，对吧？便宜好多钱，516。那么特种作战部队的话，你也很多特种作战部队用516的。当然了，416为什么那么有名，是因为参加了某个行动，那么名字我就不提了，由于很敏感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对吧？把一个胡子穿长的给弄了，对吧？所以他有名。如果参加那个行动的是科尔特的 M4， 也参加了，只是科尔特 M4 没有来得及上去，对不对？在外围警戒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的话呢，就416一下子就那么牛逼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枪管，他妈了，妈了个瓜，有多厚？枪管真厚，是不是？有多厚？来看一下，看上面这一段就可以明显看出416的枪管比516的要厚出一，对吧？那么精度的话肯定416就要比它强了，如果这个516把它换成厚的枪管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说的样的，那么活塞长了，行程长了，震动大了，那么减低这个震动系数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把枪管加厚，当然你不可把枪管加的那么厚，那是炮了，那么厚枪管里面像个洞，可以啊，一点震动都没有，我太准了，那个100%的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抬得动吗？那个完全用车拉了。OK， 那么这个对比就在这里了，萝卜咸菜各有所爱。那么刚才再说到一点，就是我们还有拍过的 FN 的 SCAR， 那个枪呢我很喜欢，那个枪的精度非常高，但是那个枪我不会拿去用，因为用那个枪的感觉我用不惯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用惯了 M4 的人的话呢，还是要么就是 M4 要么516，要么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416，这个整个的这种美军系统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战术习惯了嘛，已经习惯了用这个。我用那个 SCAR 的话，会被夹到手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 SCAR 的视频里面，小胖最后就是被夹到手的一支枪手，哇一下，是不是？因为拿惯了，一上去手就是这样子或者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枪管上面大家知道的。像我们这个的话呢，我握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像这样握，对吧？因为它那个没在这里形成，我也可以这样握，对吧？然后我也可以这样握，对吧？都可以。但是那个的话呢，就。回来的话我的手指头哐哐，对不对？就会出问题。所以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 FN SCAR 在美国军队里面没有形成那么大规模的原因，用的最多的呢还是 SNK， 不是一般的 M4， SNK 416也是一般的，也是实际上它销量也不大，就几千支吧，现在也没有那么神乎其神，就是一些特种部队的特种作战人员在使用的。那像我接触过的几个海豹的朋友，还有带领海豹执行任务的人的话，他们分别都用 HNK 416，这倒是真的。然后还有 FN SCAR， 很少的人用那个叫什么科尔特 M4， 不是因为它不可靠，而是的话呢，它需要的作战环境特别，作战环境特别复杂，它需要很准的精度，有时候，对吧？所以的话，它都是选用这个，而且他们不怕重量太大嘛，因为那些人都是牲口，都是牲口，像牛一样的转的，你们见过，个子都在1.7米以下，然后走路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手太粗了，办不下去的。那么让我们来用，肯定这个枪就重了，对吧？那么就像小胖说的呀，太重太重，这个枪和我的使用习惯不同。好了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两个活塞的对比，对吧？其他就不用说了。那么
今天的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就先拍到这里，是吧，徐仔？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，提在下面，我们再尽量的找机会再给大家解答。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个测试视频，什么呢？就是两个枪的精度对比，是吧？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到时候三个枪吧，还有 FN Sky 一起，看看哪个更准一些。但射手就是一个人，要么是我，要么是小徐，我们都来打这三支枪，然后看三支枪的精度是怎么样子。那么我敢肯定的说一点，肯定这个精度最高的416，都不用说了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枪管那么厚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又这个叫什么 HNK 416这个活塞系统和西格绍尔516的对比就做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拜拜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